这2025年啊就要到了，这几个生肖呢将会受到太岁的影响，分别是蛇执刑太岁，猪冲太岁，午害太岁，猴破太岁。今天啊，道长教大家一个化太岁的口诀，帮你趋吉避凶，逢凶化吉。记得在评论区打出福生无量天尊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。这个口诀啊就是北斗九成，中天大神，上朝金雀，下覆昆仑，调理纲纪，统治乾坤，大魁贪狼，巨门入存，文曲连贞，武曲破军，高上玉皇，紫薇帝君，大周天界，细入微尘，何灾不灭，何福不增，元皇正气，来和我生，天罡所指，昼夜长轮，俗居小人，好道求灵，愿见尊仪，永保长生，三台虚惊，六存取生，生我养我，故我生行，茶成尊奉，与道合真。你记住了吗？想要了解更多化太岁的方法呀，一定要点赞收藏私讯道长，我会给你更多的建议。